慶玲啊，方才我又夢見娘親啦，我一直想帶你回翠坑村睇下，睇嚟呢個願望實現唔到啦。日仙，你好好養病，將來我哋一齊翻去，先去翠坑村，然後再到我老家海南文昌古老原村睇下。慶玲啊，我係醫生，我知道我得嘅係癌症，不治之症。我啊，快要去见上帝啦。我立咗国事遗嘱，一份系交俾同志们，一份系交俾苏俄朋友。国民党已经成功改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已经实现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啊。这里有份家事遗嘱是给你的，慶玲啊，正有几箱旧衣卖，还有两千多本书，既无全本，也无珍宝，值点钱的只有一处住宅。几间房，忙于国事不治家，对唔住你咯。你需谋
十年相守最幸福，十年相守最幸福，最幸福。女与君作长篇，偏不舍。有所依，我有所依，你有所依。